继续来关心哦，那是讲到台北这个城市，你会想到什么款的音乐嘞 ？UNESCO 国家交响乐团即马邀请在德国真出名的作曲家尤斯特，为台北哦，专门为台北这个城市做一首交响的乐曲，叫做《台北地平线》。在即个礼拜日哦，要伫咧台北的国家音乐厅世界首演。即马哦，咱就做伙先来听一段。今麦大家听到的这首曲哦，就是《台北地平线》，这是 NSO 国家交响乐团邀请到国际真出名的作曲家尤斯特，特别专门为台北这个城市为台北做的。今年热天哦，尤斯特佫特别来台北生活过半月，来感受台北这个城市的气氛。伊讲哦，咱台湾人是真有活力，真善良嘛，真有人情味，这哦拢予伊真济创作的刺激，所以佮伊的感受用音乐来表现。出来，在这个礼拜日哦，国家交响乐团在咧音乐总监吕绍佳的领军之下，要来进行世界首演。